大家好，我是燕子。咱们今天来学习的是这款蝴蝶结的手链。首先，我们先把这个整的线把它剪成像图片上这个尺寸一样。我们先拿出两根短的线出来。我们放线的时候，长的放在一边，短的放在一边，这样拿的时候不容易拿错哈。先对这个打个结，就打个活套就可以了。到时候我们要拆掉的，把定位针放进去，钉在这个垫板上。我们把这两个线撑开，接着拿一根短线，这个地方能打一个死结就行了，也要穿一根针。把它插在这个旁边，接着我左手拿的这根线做轴线，这根横着的做边线。咱们起头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线编得比较紧，后面的形状才会更好看。编了一个之后，我们再拿一个短的线，此时已经用了第四根咯，对折，然后这儿有一个环，咱们把它放在横的这根线上，套在下面，折过来，把两根线拿出来，咱们做了一个雀头结的起头。把它拉紧，接着这根线做轴线，用左手拉着，还是这根线左边线。这里是重点哦，轴线我们用右手拿着，边线用左手拉着，然后我们用左手拽一下，把这个横它的痕迹把它放在底下去，这样子编出来它就不会凸出来了。拉一下，然后再继续编，它就来了，编了一个来回。这个地方这两根线做边线，横着的这根线做轴线。第一次是雀头结起头，第二次就是两根线一起编吸水结。好，编完这两根线之后，右手拉轴线，把它撑直，因为前面可能编的时候拉的形状不太好，那我们要把它这样撑一下，撑直了再编。接着继续像刚才那样编一个来回。这次呢又变成了左边拉轴线，你们记着，就是这个盘数单数是左手拉轴线，双数是右手拉轴线，这样子一般不会出错的。编斜嘴结，这个蝴蝶结呢是一定要把它编得比较紧的，千万不要松，松了基本上就垮掉。接着横着的先做轴线，竖着的先编一根，这个地方我们再加一根短线，这里是第五根哦，还
还是像第一部那个样子加进去。这个是另外一根边线，此时这个地方横着的已经有了四根边线喽。周线，那这个地方呢，给你们分析一下。其实它的编法很简单的，也就是一个斜卷结的一个横向和纵向的编法。那咱们两边的这个轴线呢，是一直都不变，一直竖着编的。那中间这个呢，就是横着的这根线做轴线，其他家呢线全部做边线。这样子，它就是有一外面是一个轮廓，然后里面是填充。转过来，右手拉轴线喽。这个地方呢，四根线一起编斜卷结，就是中间这四根线哈，按照顺序。如果它有一些弧度就是有点弯的，那你们就跟着那个弧度编上去，一定要把它贴紧就好了。接着再把这个再撑一下，再编。左手拉轴线，右手编。好，这一步呢，我们是先编两根，然后在中间加一根线。其实它的这个步骤很简单哈，就是第一步加一根线，第二步两根线头一起编，第三步就这个地方第三排边上编一根线，然后中间再加一根，旁边再编一根，一共就是四根线头了。第四排就是全部编，第五排就是边上两根，中间加一根，边上两根，它是这样子的一个顺序，理解起来也非常好理解。这款其实真的是比较简单的了。好，这个地方咱们加的线就不再是短线，而是一根长线，也是要对折，跟其他线是一样的哈，对折对齐再加进去。这是这一标蝴蝶结最后一次加线。边上两根也边上，轴线。这个时候六根线一起编上，就是单排加线，双排编线，这样子理解。
这个也算是鞋楦结里面最简单的一种变化了。一定要记住有弧度的地方。
这个扣子它是可以直接调整的，那戴的时候就不戴了，你们就把它取下来。取下来的时候，这个收缩的扣一定要把它这样子拉在这边来，不要让它在这边，万一就是你哪天一不小心把它拉掉了，手上有没有线，这样子就不好做了。那咱们这个非常可爱的蝴蝶结手链就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简单可爱呢？